姐该不会被有被捡尸过吧？捡尸就是倒了，就是被男生。因为我以前脾气很硬的，你叫我喝我就是不喝，因为我就是不会喝，你叫我喝你就是要逼死我，所以那种要我喝的我就会站起来就走。我去大陆也是啊，有一次就是这样，然后那个导演啊跟那个监制啊，然后所有人都要去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好累，可以不要去吗？他说啊不行，女主角你要去，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也是就这样。然后我说我不能喝，他说你喝一口，我就好，很礼貌，你喝一口这样。哎，你有了一口，他就要第二口、第三口，我就觉得这人得寸进尺，我就不喝了。不然他说那你不喝，你经纪人喝。我的经纪人是会喝的，可是我不能让他喝，因为我就不爽你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逼酒？我就说他不能喝，就我讲的，如果他喝醉了，我扛他吗？还是你照顾他？嗯，好，我就走了。姐该不会被有被捡尸过吗？捡尸就是倒了就被男生。因为我以前脾气很硬的，你叫我喝我就是不喝，因为我就是不会喝，你叫我喝你就是要逼死我，所以那种要我喝的我就会站起来就走。他很敢讲，他管他你是不是大哥。但现在年纪大了不会，我也觉得喝酒其实是一种享受，你只要不要被逼酒，其实很愿意喝，朋友自己这样喝一口两口，你可能就训练越喝。像我有时候看他们两个喝酒，或者是朋友喝酒，我会觉得好羡慕哦，喝两口酒，然后弄一点小菜，然后大家聊天，然后有的抽着烟，你就会觉得很舒服。但不会，可以，所以我现在也是学着，就是一口两口这样。学多久了？一直有在学，带我们来慢慢训练他。试探回来之后，他就酒锅里面。那现在开始学之后，有后悔这么晚才开始喝酒？不会，以前也想学，因为以前会被逼酒，所以我就会觉得你们会喝酒的人是怎么回事？对，杨逸文姐的口吻，她都被带坏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麦姐是我们这里的优雅担当、气质担当，但是几趟下来，我们都觉得，哎，她怎么有一种……对对对，没有，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会骂脏话的那种。是大哥逼妹姐喝吗？就是就我大哥我才不鸟他嘞，不是啦，就是那种。长官啊，哦，然后杀青酒那种，没有饭局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到哪里拍，然后会有长官来看我们，或者请我们吃饭，然后他当然是热情，就是说你喝嘛，他喝嘛，他那我不喝，他就说那你经纪人喝嘛，喝嘛，我说哦，我经纪人喝醉了是谁照顾我照顾他吗？对，对，我就说好，那我们走了，谢谢长官。抢啊，真的走了，哇，不关我的事啊，因为我是演员。人去收拾，我去大陆也是啊，有一次就是这样，然后那个导演啊跟那个监制啊，然后所有人都要去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好累，可以不要去吗？他说啊不行，女主角你要去，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也是就这样，然后我说我不能喝，他说你喝一口我就好了，礼貌你喝口这样，哎，你有了一口他就要第二口、第三口，我就觉得这人得寸进尺，我就不喝了，不然他说那你不喝你经纪人喝。我的经纪人是会喝的，可是我不能让他喝，因为我就不爽你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逼酒？我就说他不能喝，就我讲的，如果他喝醉了，我扛他吗？还是你照顾他？嗯，好，我就走了。你有酒后吐真言吗？我好像还好，我好像会。哦，讲过什么？我也写讲过谁？讲过谁？你不用酒后，你都吐真言呐、啊。他都不用酒啊，都直接吐真言呐、啊。所以我现在都很控制呢。他很多时候讲话，我都替他捏一把冷汗，走。哦，以前是有点夸张。是哦，会讲什么真言？后来有后悔的。后悔是可能讲出来就是对检察人家不爽的，之前可能有压抑的。啊、嗯，只要讲一喝酒就是哦，那个人哦。有一个狂骂，然后就不小心把那人名一直讲出来。是演艺圈内的吗？对，就是有合作过的，或者什么女生、男生都有。哦，那个人在场吗？没有在场。那个人事后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。哦，那有谁听到？也就我朋友啊。他会喝成这样，一定是自己很好。对啦，也是，需要在安全范围内。对对对，不安全，他也不会把自己喝成。对对对，哦，那个人现在还在线上吗？在。谁啊？几个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慢慢掉进去。小本本。
那个举止可以讲吗？怎样惹到怡文姐，让你这么不开心？耍大牌这种。哦，所以真的是一些一咖大咖的就对，很多啊，很多小小的人，哦，其实是在暗示什么？恭喜你啊，太开心了，你好像问出什么东西？因为你继续讲，我好开心，没有。那伊文姐的耍大牌是做了什么事情？对啊，有些人迟到或是这种就有累积久了会啊，我想说是不是为什么今天迟到？或者是说为什么大家演员换好妆就出来，为什么等那么久啊？奇怪，就等你一个这种的，没呢，因为其实也不关我们事啊。但是累积久了会觉得说，感觉是故意的呢，不是不小心的呢。等多久最高纪录？有两个小时，2个小时、哦，没有，不至于啦，一个小时，没有啦，一个小时我觉得很夸张，你要想说都准备好导演那些人过来拍戏，一个小时也太夸张，有，那不止我身心，应该导演就发疯了，对。